我们看一下一知识习题的第六题，题目要叫我们判别下面两个二次函数的图形与 X 轴的相交情形。第一个方法的话，你可以画出二次函数的图形，然后去看跟 X 轴的相交判法。第二个方法的话，是我不用画出图形，我也可以判别二次函数的图形与 X 轴的相交情形。那要怎么做呢？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重点整理。今天我要探讨的是二次函数的图形与 X 轴相交的判别方法。今天有一个二次函数 f(x) 会等于 ax 平方加 bx 加 c， 那这个二次函数 f(x) 的图形与 x 轴的相交情形，我们借由 b 平减掉 4ac 的值去判别，其中 b 平减掉 4ac 就称为判别式，这边的 b 代表是 s 向前面的系数， a 代表是 s 平方向前面的系数， c 代表是常数项。当 b 平减掉 4ac 大于0的时候，我们就说这个二次函数 f(x) 与 x 轴是相交于两个点。当 b 平方减掉 4ac 等于0的时候，我们就说二次函数 f(x) 与 x 轴会相交于一个点。当 b 平方减掉 4ac 小于0的时候，大家要特别注意哦，二次函数 f(x) 的图形与 x 轴是没有相交的哦。有以上的观念之后，我们看一下这个两题。那第一个小题跟我们说的是 f(x) 会等于 s 平方减 4s 加 5， 那我们借由 b 平方减掉 4ac 去跟0做比较，那我可以知道的是这一题的 b 会是负 4， a 会等于 1， c 会等于 5， 所以 b 平减掉 4ac 就会等于负 4， 刮5的平方减掉4乘以1乘以5，最后算出来的值是负 4， 那我可以知道负4是小于0的。那我们说过判别是 b 平减掉 4ac 小于0的时候，是二次函数的图形与 x 轴是没有相交的，所以这一题的话我就回答函数 f(x) 的图形与 x 轴是没有交点的。那第二个小题的话，我可以知道 a 会等于负 3， b 会等于 8， c 会等于负 4， 所以 b 平减掉 4ac 就是8的平方减掉4乘以刮胡的负 3， 才乘以刮胡的负 4， 最后我计算出来会等于16。那16大于0的时候，我可以知道判别是 b 平减掉 4ac 大于0的时候，代表是函数 f(x) 与 x 轴会相交于两个点，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 b 平方减掉 4ac 去跟0做比较的时候，它跟 x 轴的相交情形会如何，大家要特别注意哦。